Right， 所以你看他规划到很好的，哪这边进去，在病人进去，下病人进去，这个是我们的礼堂，这边旁边都要篱笆了，这边开始要篱笆的。可是医院答应我们的。从来不落。是。医院画给的图，我们都很满意，我们觉得很安全。可是现在完全没有篱笆。这边也是有 security， 这边有 security， 这边有 security 的，很多 security 的。这边还要装一个 spotlight， 怕病人逃跑看得到。这边也是有 security 的，这两个门。这边是 green area， then 它这边会隔离起来的。可是现在这个都没有啊，这边是 green area， 这边是 red area 啊， red area 是这边呢、啊。就现在收发还没一点什么都还没有开始建还是怎样？完全没有建，完全没有建，完全没有建，他们就要下病人，所以我们觉得，张基、迪达、迪达巴蒂，我们一定要他们做一些东西。医院那方面他们完全希望你们将就一下，然后至少让他们可以出来，这些病人也会比较可以容忍，然后大家也明白政府的难处。可是如果今天你做这样的决定的话，几乎就是违反人权了。你把他们锁在里面，排得满满的110张床，没有给他们足够的饮水器，连 shower 都没有。之前讲好会做 shower， 因为我们礼堂有6间厕所，我们参议会只做了2间有 shower 的。百多人只要用2间 shower 吗？不可能的，他们必须多做，都没有做。所以我们是觉得这个是这样，我们希望跟政府继续合作，一起抗疫成功。因为这个地方它有它的使命，可是我们希望用文明来说服我们大家坐下来谈。现在虽然没有任何 security areas， 可是他们有讲说会有什么后续行动。他们就谈判到昨天，我就说延后迁入病人，他说他打过了将计。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没有担当的，这个没有担当的行为，所有答应的东西没有做，然后又不能给我们说给我们一点 buffer， 说我们想办法看怎么做都没有。其实这个也不是我们的责任，帮你们 promise 你们应该做的。Okay, come. Okay, come. Okay, come. Okay, come.